你放心，交给我阿通。这类型的股票已经上涨了2.3%。 其中这股已经进入了黄金交叉，现在是个不错的时间点哦。哇，太清楚了，谢谢你，阿通。老板，请问好等多久了？对啊，对啊，哎，别担心。 交给我阿通，这是你目前关注的四档股票，其中这一档金融股目前的价格是这礼拜的低点。另外三档建议您再观望一下，因为国际原物料波动的关系，目前的状态还不是很明朗。啊，这干什么？谢谢你，阿通。啊，我们去银行了。别担心，交给我阿通。 给黄太太的互助会20000，给陈老板的货款100000，还有儿子的生活费8000，都帮您准备好了。哇，太贴心了，谢谢你啊，阿通。别担心，交给我阿通。 目前，美国有持续渐进式的升息，而亚洲市场一直都有高殖利率的特色。现在，亚洲高息股正是进场的好时机，太专业了！谢谢你，阿通。元大万事通，理财真轻松。